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奈奈非常贪吃，尤其是很喜欢吃零食。好像什么零食它都可以齁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测试奈奈到底会不会挑零食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准备来测试奈奈到底会不会挑零食，然后我们先来测试五样。好，都摆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猜猜看奈奈讨厌哪一个零食。你们都猜完了吗？我觉得呢，奈奈不想吃应该是这个饼干类的，还有这个有机饼干。来，奈奈，你看那边有什么？过去，过去。来喽，我们现在都不要过去，看看你要吃什么。我又再重摆一次了，因为刚刚没有预料到他会一次给我吃那么多，不能让他吃太多，真的会变胖哦。第二个版本就是放各一个。你真的不吃哎、欸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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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吐出来，到底是有多难吃？有啊，还是有吃啊？那这个呢？有机饼干呢？哎、欸，不要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吃有吃。好了，测试结果呢，就是奈奈会比较喜欢吃肉干类的零食，那饼干类的呢，不是我喂的话，他不吃，真的是很难伺候。好啦，今天测试这样结束哦。大家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干嘛？按赞加订阅，还有什么？分享，对，拜拜，说，哇。